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爸爸当时。其实当时就是爸爸第一次胃出血，还是大量吐血，然后大家都是很慌张，所以大家就是想尽办法要救爸爸。然后当时医生有建议说，就是马上换肝。然后我们就是当然我们是做子女的，就是想说一定要赶快救爸爸，然后就也很愿意就是配合。可是爸爸就是觉得说这有风险，然后就不想要让我们承担这个风险。其实子女爱父母，父母也爱子女，我们都不愿意伤害到彼此，对不对？那妈妈那个时候你照顾爸爸后，最辛苦的是你后，来，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？现在这些都过去了，但是过去的这样子。来，妈妈慢慢说，没有关系。是，我们现在已经全家都非常好了。我们只是在把当时的状况跟我们的朋友分享一下。来，妈妈没关系。当时哈，因为台北的医院两边跑，对不对？对哈，那因为我知道那个时候，其实因为这个大哥不愿意这个伤害到子女，不愿意接受治疗哈，所以那个时候你就竭尽想办法，尽量给他营养，至少帮他补充这个身体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帮他做很多补品？要补充他营养，对不对？我有四界去找找迄个中药啦、草药啦，迄个食嘛是不好，反正这冒病中间吼，伊都食袂落啊，困袂去。啊，结果瘦到是40几公斤尔，我看了就唔甘的心。对，然后，医生尾仔就去台北去开刀嘛，开刀了吼，医生出院的时阵，医生有交代讲，伊吼，伊这药啊吼，食是敢若控制了尔，啊，你转去吼，啊，较侪迄个蔬菜水果。啊，我咧想讲，啊，当食蔬菜水果，啊，转来爱认真食，啊，毋过医生有一工交要食代，较济，嘿啊，医生有交代，安尼一工要食较济蔬菜水果嘛是无可能。啊，拄好一工，我诶同事伫去年8月25号诶时阵，敲一通电话互我，叫我讲，啊，有一个营养食品袂歹吼，无你去参考看卖啊。是。啊，即中间我来去咱台中这个李家的公司，啊，去拄啊好。听了后讲，哎，咱若拄啊好，这个是这个产品是迄个蔬菜水果，啊，我足欢喜嘞，多较方便吼、哦。嘿啊，加足方便啊，我足欢喜嘞，我讲啊，你去提转来，互阮老公食安尼啦。我就提转来了，伊感觉食了讲，哎，食了袂歹，啊，一天就是3颗、3颗、3颗，一餐3颗这样子，1天9颗。后来吃了渐渐有改善。是，改善的部分就让他自己来哇，分好，享。我们请这个林依晨林大哥来跟我们分享，当时瘦到现在42公斤哦，我们看一下现在哇。大家好，我首先我先感谢到我家己的母兄，今仔日确实囝若无我这个母兄，我今仔嘛无法度徛到来这个所在，因为是安怎讲？因为我得到的是一种的肝癌。刚来了后的时阵，本来我是枕头是拢失眠，啊失眠的时阵，刚来挂掉的时阵，后来，阮太太接受着这个水果，医生嘛有甲我讲过，啊那家己使食水果，叫我家己本身去调配，肉类袂食咧，伊讲药啊根本都是一个控制的，根本都无药啊好食。后来我食了400这个物件，我会感觉讲，试看卖咧，因为伊一个试过嘛，我试看卖咧，食看卖咧，总是袂怕歹啦。忽然间发现着讲，我以前视频，拢全都改善倒转来，从这个视频都会改善倒转来，我就感觉讲，伊这个物件足稀奇的，会感觉讲。这款的物件是营养品，有法度解治失眠。因为失眠，我嘛看真侪医生过去，啊，结果是拢无效。啊，无效的时阵，即马有改善了后，
忽然间我嘛拢知影讲，因为我正常，我有白内障，白内障是两类拢爱经过手术，我趁头就去手术一类。手术一类的时阵，我是讲，伊个医生是讲，一摆袂使手术两类，啊，我就挂一类，一类挂了有成功，吼，啊来，我手术了后，我按算讲有较好啊的时阵，吼，啊要过去挂一类。啊，我接触四百，接触了，伫个一半的时阵，我搁去检查，讲咧手术的时阵，医生啥讲？因为本来我白内障是零点三，一定爱手术的。但是我搁检查的时阵，另外迄类才变零点七，煞改成过到零点七是吧？医生讲，啊，你这根本都唔免，唔免可以哦。是好，我感觉讲，这是啊，足神奇的，实在无简单的，得了这个物件，讲有这个啊奥妙。啊，搁一个我要甲伊详细报告一个，就是讲最近我发现着，进前我去要手术进前的时阵，我去检查有C型肝炎。肝炎的时阵，我心头我是唔知影，我来医生甲我讲我有C型肝炎，但是我进前才三天前去检查。我的四型肝炎竟然无去，我的四型肝炎的指数才零点六，是，哎，医生阿公零点六都不是四型肝炎啊，是，吼、哦，我感觉讲足稀奇的，这四型肝炎大会吃好的，吼、哦，所以讲，我希望讲大家吼，唔好把这个物件看作太过单纯，这个物件才是一个足奥妙的所在，吼、哦，也感恩，感恩到你遐里，会当讲。发明到这个物件，咱是来深深甲伊感谢的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单身的物件，但是单身的绝不单身的好多哈、哦，真的非常感恩。谢谢林大哥，我们谢谢林大哥一家人，谢谢分享，谢谢。